血嘞，你看。一开罐饮料上沾满血迹，瓶身还扭曲变形，这罐饮料当时才刚从人体取出来。从 X 光片清楚地看见饮料罐卡在人体里，相当突兀。这不是 P 图，也不是 AI， 是一名男子自己塞进身体里面。是一个中年男性，那因为肛门异物的关系，所以来到我们急诊。男子因为无法正常排便，忍了三天，肚子痛到医院急诊。经过 X 光检查，才发现肛门卡了罐装饮料，已经难倒了一个医生，只好转介到这里找到救命恩人。如果说我们抓它的表面很光滑，抓不出来，那我们再把它这个拉环拉开之后，这边就有个缺口，我们就有个施力点，成功的把它拖出来。而这名医生从业十年，还曾经碰过酒瓶、电池等异物塞进体内，这次幸运化解危机，却也相当棘手，还是要呼吁特殊癖好者危险动作不要模仿。三立新闻张浩一、蔡佑贤新竹采访报道。